欢迎收看最新一集《拜表浪人》，我是表浪蛋了。今天呢，我们有这一台很难找到，在马来西亚很难找到的这一台叫做 KL704。KL704 它有点像 upright grand 的，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它就是 upright grand， 只是它比较四方一点，它放出台也是差不多一样。所以这一种呢，它的 iron frame 呢也是 rose gold color 的，可以看一下 iron frame， 也是那种 rose gold color。它跟 US50 呢，它们差不多是一个系列，同一个 family， 只是这一个呢是特别版，只有在日本有了。哎，我们来听一下声音。高矮 KL704 upright 钢琴，盛产于日本哈妈妈树，长为 153cm， 宽为 64cm， 高为 132cm， 重量高达268公斤，原装三踏。高矮 KL704 立式钢琴由日本和和公司制造的高端表演钢琴，三角琴式的琴骨架，中低音丰富，适合八级以上的玩家使用。高矮特制的高级抗老化机芯琴键，使用实木材料并做抗菌处理。实木琴键的优点在于吸汗，触感精致润滑。高矮 KL704 的声音在钢琴占据的任何空间听起来都很棒，它的音色比大多数雅马哈钢琴的音色稍暗，但仍然非常清澈干净。高矮 KL 系列是高矮品牌中经典的型号， KL704 延续了高矮产品的古典风格，超好的触感背后的秘密就是 Action 采用 ABS Carbon 制成，是一种复合材料。这款高矮 KL704 算是一款比较稀有的高矮。